因为你的表演真的是没话说。是谁呢？卡尔是个杀手，一顶尖的那种，就没有活人见过他长什么样。没有活人见过他？你认识卡尔？他是我的影迷，非常狂热的那一种。如果你能把他找来，咱俩的事情好商量。我有一部戏想请你做我的男主角，扮演一个杀手。为什么觉得我合适呢？因为你的表演真的是没话说。不不不，这个地方请你仔细说一说。做一个演员可以把角色的灵魂塑造得淋漓尽致，我觉得您和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。对，就不麻烦您了，您把剧本给我，我好好揣摩。那如果说这部戏没有剧本，你会怎么演？那我只能瞎记即兴发挥。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能力。一会儿你的表演尽管投入，只要我不喊卡，千万不能停。老大，卡尔太危险了，必须马上除掉他。我现在战役这是中了多少枪啊？草船借箭呢？